的芝士噗噗宝，它是根据颜色然后给不同的人吗？不是，是给女生吃的，男生吃黑色。这简直是我的最爱。因为怕凉。哦。还要现场噗。哇。然后呢，再噗噗一下。 哇，真是完蛋了！小宝哥，不好意思，给你撞色了，撞色了，撞色了，我真的是感觉撞色了。哇哦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你不光会做菜，你哄女生也很厉害呀，我发现。苏大厨，劝你回去吧。 里面有几层味道，上面整是牛奶芝士。哇，这好好吃啊！芝士好浓郁啊！做这个汉堡的馅呢，要遵循中国做饺子馅、做这个四喜丸子的馅，遵循这个原理来做，大家就明白了。因为牛肉是比较少瘦肉的，但是牛肉的筋皮上面都会有点油脂。 所以这个油脂呢，就可以把瘦的地方一起剁在一起。加了肥肉，一定要把油要逼出来，因为我们增加了它是滑嫩的口感嘛。逼出来的方式呢，就是要去蒸烤这个牛肉。第一次吃这么鲜的馅儿，哎，这个牛肉饼。主要是在外面可能吃不到锅客现剁的牛肉。哦，今天现剁的。这个汉堡，要不入到菜单里边去，天理不容。又来。<笑> 太强了，哇，太猛了！以前怎么样？我已经迷糊了，我想跟苏苏说一句，你再不出来，我真的我就要爆掉了。刚才其实真的有留心说，哎，要留一点地方，因为咱还有苏苏大厨还没出来呢。然后我很爱吃芝士，然后这个牛肉确实好吃哈，外焦里嫩的。 然后又吃了一大半儿，然后现在就觉得，真的，我再拼我的意志力坚持到最后，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。对，我觉得我还能再撑，就太好吃了，已经人都撑迷糊了，现在都。大家先垫垫底啊，因为我答应苏大厨我是来给大家垫底的。老师，你说你来垫底的，我现在咋办呢？<笑>我明明说想吃三分之一，但是我肉全部吃完了，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啊。肉也是占了总量的三分之一啊！我感觉苏大厨有点悬了。咱们派派可以做出决定了吗？啊啊！还有一个没吃呢。哦，对对，差点忘了他。<笑>接下来我们的苏大厨已经准备好了，让我们有请大厨登场。 欢迎热烈欢迎！哇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这菜是叫汉堡三重奏。我觉得它是里面的牛肉干好吃。真的好，那我先吃。哎呀，乳扇很好吃哎。 乳扇很奇妙的，甜甜的，我很喜欢。还有牛肉，嗯，这是冰 cheese 是不是？奶酪，奶酪对吧？对。然后里面加了一个蓝莓，上面有那个香格里的蘸香蜂蜜，就是我自己做的奶酪，自己做的，不是自己。没人家说你是外面买的。上一季我们做一个菜。 冰淇淋呢，只是一个配菜，就小点。结果所有人吃完说，哇，这个冰淇淋太好了，怎么做的？然后后来苏厨说我是买的，这个不是买的，自己做的，今天是自己做的。苏苏，我觉得你这个赢了。啊，怎么都叫我苏苏啊？我不，你们不要这个让我赢不赢了，这。
够了，叔叔了，什么胜胜啊，就够了。齐胜，齐胜，齐胜。我觉得苏苏苏大哥的汉堡更加的让我有心动的感觉，非常的美味。所以我现在要唱一首《是心动啊》，送给苏苏哥的这个汉堡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想一就想要逃跑，我与他就像是彗星与地球正在相撞。谢谢。哇，苏大叔很调皮，但是他好专一啊，因为他做的什么菜都是在安利云南菜，云南的美食。你看他放在这里面东西没有一样跟汉堡有关系的，除了芝士。而且我拆开来，这个汉堡包没有什么吃头，但是我把这个皮儿扒了之后，里面东西全吃光了。所以我就是说，虽然苏苏大厨路子野，但是很专一，就是他把云南美食给我安利的服服帖帖的，很好吃，很专一，很帅气的大厨。作为一个优秀的这个大厨，你给我吃了三种云南菜，完了夹在面包胚子里，完了呢？没办法，这个我打断一下，本来不是用这个面包来做的，是用云南的饵块来做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不呀、啊？时间这个路途不够，因为饵块对温度要求比较高，所以我就算了，安全第一，保险点，就没用饵块。面包夹着云南菜呢，咱们有待商榷。昨天晚上我们经历过了有这方面的事情，他本来当时是想跟他的一个住厨来共同完成这道菜，然后后来住厨后来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所以我说没事，老叔我陪你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兄弟之间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美食背后的辛酸与不易。其实每个大厨都有自己的性格，然后性格呢会慢慢融在这个菜的特色里面，你慢慢慢慢的就会了解，甚至会爱上这位启胜。首先我觉得这个形式的 whole 这个 look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看，给我那种就是那种 woods 的感觉，在外面很自然的感觉，我特别喜欢这个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知道这个是什么？就那个菌菇，菌菇，这很像汉堡，但是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的一个汉堡，我特别特别喜欢。启胜呢，这个菇是我第一次吃，它的口感让我觉得好特别，它 Q Q 的耶。我们这边普通话叫黄耳菌，黄耳菌，这口感好特别哦！谢谢你让我认识这么特别的这个黄耳菌，因为我可能是在山里长大，所以说对野性的东西的嘛，我是比较喜欢的，就很野的东西，菜品啊呈现的方式就是要野性，这是你骨子里的东西。对，对啊，很好吃，我觉得很新奇，吃的又好吃又新奇。叔叔老师呢，您这个汉堡呢，我几乎是全完成了，还差一口，我就不说那么多了。哦，这是最好的认可，这最好的认可，全部放哇！